跑一辆辆蓄势待发，二十辆保时捷齐聚高雄街头。这么多台保时捷同时出现在街头，格外显眼。蓝色改装敞篷车是保时捷的入门款，当时新车要价200万。黄色小牛虽然是基本配色，但市价从1500万起跳，堪称是破亿车具。今天大概有50多台车子，大概将近100位的车友。这次由高雄保时捷车友号召台中以南的车友一起到南横梅山口聚会，光是在高雄集合的就有20部超跑，引发关注。定期举办的车聚，其实车友除了享受高速公路上直线加速奔驰的快感，像是山路过弯，对保时捷车主来说也有切弯出弯的加速感。号称弯道舞者的保时捷驾驭蜿蜒山路最有感。今天会走南横到梅山那边用餐。除了保时捷，像是迈拉伦车友也会定期办聚会，还因为车聚到家一吃旺仔鸡，40辆迈拉伦把停车场停好停满，业者大开眼界，赞叹贵客光临。也难怪，不管是迈拉伦还是保时捷，各式超跑聚会总是吸引民众侧目。三立新闻黄启超、黄嘉平高雄报道。